The sky is the limit，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。Limit, 花板大家好，我是航哥，新加坡辉利证券的股票经纪和理财经理。今天咱们来聊九只股票。Confor Delgo 今天超卖指标红转白，有超跌反弹的可能。Capital Line Invest 昨天发了评论给客户们，因为出现了白色柱，今天反弹了百分之一点七四。 Bestwor 接破支撑点1.86，红色柱又重新出现了，重启下跌趋势。类似图形的还有 Franken，自从下破0.895的支撑点之后，一路狂跌，还要继续等待红转白的重新出现。小股方面，今天一直在等 Paxson Retail 能够向上突破0.103的阻力点，可惜被骗了感情，目前还没有等到这个突破成功。 a s l m a r i n 明显是把 Contraplayers 洗了出去，然后今天才又开始拉升。Mancast 的图表跟它有点像，但算日子还是给了 Contraplayers 逃离的时间。CV Mag 跳空高开高走，如果能够向上突破零点七五零，可能会更上一层楼。LHN 今天很强势。 支撑点位应该是在零点三二五。这只股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超卖信号，红转白叠加入场点信号的成功典范。当然，这是马后炮的说法。基于当时的第一流动性，我肯定也是看到了，也不会去碰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，希望您能帮我点赞、收藏和转发，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。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，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，欢迎 WhatsApp 或者通过 YouTube 视频下方的链接填写 Google Form 联系我。这个链接在我的 TikTok 个人主页也能找到。关注航哥，航哥新加坡每日股票，用我的技术分析助力您的投资交易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